好啦，咁啊，我谂大家咧而家就好奇怪，点解唔见咗我两个拍档？佢哋同埋所有今晚得奖嘅歌手咧，就喺晒嗰边，究竟搞啲乜嘢咧？交俾你哋啊！唔该晒 Mandy 姐，大家见到咁多歌手排排坐喺度咧，今日我哋咧就要话俾大家听，跟住落嚟咧，第十二首入选第三季季选金曲嘅朋友咧，就将会临庄嘅。其实点解要叫你哋坐晒喺度咧？无他嘅，搵你嚟搞足个气氛，搞得轻少少啫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咁啊喺呢个时间，不如咧。就宣读出嚟咯，好啊！麻烦你啊，梁永忠，第一个呢柱，大家买边个咧？最后一只入选第三季季选嘅就系我的真爱，作曲大力一天，麦田克伦神，作词刘畅辉，编曲唐奕聪，歌曲交俾陈炳明主唱，黎明，恭喜 Leo。呢个奖属于你嘅，好奖。好啦，咁啊，当然咧，除咗要攞奖咁容易之外咧，我哋要玩啲嘢嘅。咁我睇下第十二号信封点样表达你嘅诚意咯，吓。哦，原来就是一边跳大绳，一边讲感受，就睇下你跳绳嗰个威力系如何啊。乜嘢交俾你嗰边先吓，嘉文。哎，绳到。嗱，我哋每人就揸住一边嘅绳头。咁喺度揈，咁睇下黎明跳绳嘅功力如何啦？好啦，准备啦！好啦，向出转，向出先啦！啊，一、二、三，零，好，再嚟过，系我揈得衰，咁系你衰啦嘛？你个一、一、二、三。我想俾嘅，等我俾啦。其實我覺得，你講嚟講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向內先喎，今次。二三，我今日好開心，可以攞到我啲親愛呢首歌，多謝我嘅歌迷支持我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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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犀利！果然以頻率三十嘢一下，一秒嘅時間都可以去到嘢。好嘢好嘢。咁我準備啦，好嘛？好啊，準備下你嘅。OK。唔該曬，真愛黎明啊！咁啊，當然咧，今次為咗加強好多視覺效果咧，聽講有一個叫做阿拔嘅人咧 ，Herbert 咧又排咗一隻正舞俾黎明啊！係啊，好啦，咁喺呢個時間，我哋聽聽黎明，亦都係第十二首入選第三位季選嘅歌曲《我的真愛》Leon。I'm sorry.
臨莊呢，我除了覺得他們每個人的唱歌的成績是很好之外呢，他們那份接受挑戰的誠意呢，就是好值得我佩服啊。好啊，不如這樣啦，就由 Aaron 那邊先說，再一次很正經地譬如一些不如正經地說一下你得獎的感受啊，因為剛才我們跟你們玩的，是不是這邊開始呢？那就 Aaron 說先啦。 Aaron 什麼事啊？什麼啊？說你得獎的感受。剛才我們的感受跟你們玩嘛，現在讓你正經一點說一次你們得獎感受，你怕你們生氣啊。我啊，是啊，這樣就好。多謝支持我的朋友啦，是不是啊？沒有你們我就沒啦。學友呢？學友什麼劇線？什麼話聽不到？即是很開心，即是很開心，為什麼啊？是什麼來的？什麼劇線？很開心，什麼劇線？我是一年一年。我都是要多謝我的歌迷支持，我會多啲在香港同你哋見面。女方，我希望劇情快啲好。攞劇情，攞劇情，我即係又係好開心啦！多謝再中意呢首歌嘅朋友啦，多謝。啊，新年可以唔使講啊你，我唔使講啦，咁黎明咯。我只係講句，我想問一句，你哋係咪我啲親愛啊？好啦，咁就講聲多謝曬你哋支持我，同埋我覺得非常之開心，多謝。都黑近咧，黑近，我你唔好再多謝姓譚嗰個啦。我好認真咁，除咗多謝今日有嚟到捧場嘅朋友之外，就係多謝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，支持我嘅朋友。咁再 Beyond 逐個講啊。啊，仲有咧 ？Beyond 逐個講喎，加佢講先。加佢佢逐個講啦。首先最緊要多謝我啲歌迷啦，同埋今日到場嘅所有朋友咁熱烈啦，係嘛？仲有多謝我哋唱片公司啦。咁我哋三個咧就唔講重複嘅嘢啦，一二三，多謝。台山話嚟嘅。哦，你點樣講話？講多次台山話點講多謝啊？多謝，多謝，多謝曬啊！咁以後我哋又識多啲啦。其實咧，我都懷疑緊咧，佢哋對於我哋剛才啊，玩佢哋嗰啲感受有咩感覺咧？可以投訴的喎。有冇人想投訴咧？俾 Beyond 開始。有冇人想投訴？頭先譬如玩嗰啲遊戲講感受，你哋好辛苦啊，或者覺得好唔自在啊？投訴你。有嘢好講。有投訴，沒有沙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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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我揈得唔好再揈過，俾一次機會我，多謝少少。係啊，唔該，唔該，多謝你啊！哇，真係讚揚完畢啦。不過我哋咧真係要喺度咧，就多謝今日所有出席嘅歌手，因為佢哋咧能夠喺這百忙之中抽時間上嚟攞咗呢。我覺得我哋漏咗有好重要嘅嘢啊！我哋今晚啲 dancer 喺後面非常之努力幫我跳成晚，我俾獎俾佢哋。耶！咁咪再次多謝今日出席嘅 Beyond、黑勤、黎明。女方益年學友同埋阿郭富城嘅，仲有多謝我哋現場嘅所有觀眾啊！多謝咁多 fans 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因為咧天下無不散之筵，整啲多謝埋屋企觀眾啦、啊！多謝曬你哋，星期六晚八點半勁歌金曲再見，好啦，今日啦，拜拜。